谁是二零一六我是歌手第四季终极踢馆歌手。2016我是歌手隐而不发，芒果 TV 踢馆歌手新生夺人，声音火火山，英超歌王，国民歌手，阿冷公主，天韵游子，零差评女生，三音女王，吉他王子，隔壁家的少年，暖心系才男，高亢女音，轻哲学摇滚女生，恋空 baby girl。50天每晚现场直播音乐 live show， 68位歌手云集，倾听全网呼声。12月5号起，每晚8:18全民听审，互动升级。芒果 TV 我是歌手，谁来踢馆？11月23日，歌手踢馆小站率先开启，从这里了解歌手，了解更新玩法。